嗨，你好，你是新来的摩尔吧？这里是摩尔庄园，我们有热闹非凡的淘淘乐街，四季如春的浆果丛林，海拔最高的山脉摩尔拉雅雪山。欢迎你，签署庄园居民协议以后，就能正式入住摩尔庄园了。我们为新居民准备了新衣服作为见面礼呢，快点来选选看吧。 恭喜你已经成为了摩尔庄园的居民。我邀请了种植专家梅森来帮助你更快地适应庄园生活哦。他已经在农田边等着你了，快去看看吧。哦，我必须先回向导社了。最近庄园在筹备庆典，一下子来了很多新朋友呢，我得去帮忙。如果遇到什么问题，可以去摩尔城堡那找我哦。 你好，我是梅森，是超级摩尔俱乐部的农场主职业导师。接下来我为你介绍一下吧。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掌握种植技巧，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农场主。现在，我代表 SMC 授予你见习农夫的勋章，欢迎你的加入。 恭喜你成为一名 SMC 见习农夫。接下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农场主的日常吧。我们可以通过完成 SMC 职业任务来积累农场主经验。每天积累一点，发展成超级农场指日可待。除了 SMC 职业任务，在农场中割杂草、砍枯树，还有凿石块这类清理工作，也能够帮助你快速升级。当然，想要成为农场主，只会种植是不够的。 想要维持农场的运营，还需要将收获的农产品卖出一个好价钱。你的出售箱好像有一些损坏，嗨，不过别担心，我们可以通过清理农场杂物、收集建材来修复它。哎，你好像还没有工具吧？来，这些给你，可以用它们来清理。 恭喜你赚到第一笔摩尔豆，赚钱的感觉很不错吧？贩卖机每天供应的种子数量有限，一定要慎重选择自己想要种植的种子哦。辛苦你了，这些正是庄园目前急缺的东西。哦，光顾着农作物，差点忘了告诉你，在你赚取足够的摩尔豆之后，就可以适当考虑提升家园繁荣度的问题。通俗点来讲，就是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温馨家园。你可以通过修复建筑、摆放装饰物、美化小屋外观、摆放小屋装饰物等办法，提升家园繁荣度。 说到这个，我想给你引荐一位专家。Well， 听说这里入住了新的居民，我过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哎，埃里克斯，你来的真是太及时了。这是淘淘乐街家具店老板，他可厉害了，可以教你装饰家园。Baby。 无论你想要打造什么风格的家园，我的家具店都能满足你。放心，交给我吧。哈哈哈，那我就先回开心农场了。